谥号是一种特殊的中国文化，古代的皇帝、皇后以及诸侯、大臣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人物，在其去世之后，朝廷会依据其生前所作所为，给出一个具有评价意义的称号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谥号，用来高度概括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。一般来说，皇帝、皇后是必须要给谥号的，即使换了新朝代也要给。但对于大臣来说，如果有些人犯了错误， 可以不给谥号，如果硬要给一个恶谥，实际上更大程度是一种羞辱和谴责。三国时期可以查考到获得恶谥的有三个半人：壮缪侯关羽。第一个是关羽，被刘禅封为壮缪侯。壮缪的意思是武力高强，但是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志向，和关羽的处境很贴切。关羽失荆州前，蜀汉势力达到顶峰，夺取汉中，占领上庸，但随着痛失荆州、上庸。 蜀汉大伤元气，刘禅给关羽的封号应该暗含着不满和责怪。只是因为关羽毕竟是蜀汉首席武将，所以除了谬字，还给了壮字。丑侯吴质第二个是吴质，被魏明帝曹睿封为丑侯吴质，是曹丕的亲信，和司马懿、陈群、朱硕一起并称太子四友。曹丕称帝后，任命吴质为镇威将军，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。吴质倚仗曹丕父子权势。 作威作福，在乡里名声很差。吴质病故后，被大臣评议封号为丑侯。吴质儿子一在尚书申辩，直到吴质死后二十四年，才改谥号为威侯。立功曹芳，第三个是曹芳，被晋武帝司马炎封为立功。曹芳是魏明帝曹睿的养子，也是曹魏第三任皇帝。高平陵之变后，司马氏把持朝政。二百五十四年。 中书令李丰和张皇后父亲光禄大夫张缉密谋，想废掉司马师，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。密谋败露，司马师逼迫郭太后废黜曹芳，改为齐王，并立高贵相公曹髦为帝。立字在谥号中是最不好的评价之一。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周厉王、齐厉公、宋厉公、晋厉公、秦厉公，不知道司马师为何对曹芳如此痛恨。 皇宫，贾充最后半个是贾充，贾充死后，大臣们评议的谥号是荒宫，但最终没有被司马炎采纳，改谥号为武公。贾充是弑杀曹髦的幕后黑手，一直为人不齿，在西晋朝中又常常党同伐异，陷害了侍中任恺、中书令吕纯等政治官员，但是贾充一直很受司马氏的器重。 司马炎不但否决了对贾充的恶事，还对贾充的死十分伤心，追封他为太宰，大家赏赐，葬礼按照霍光、司马孚的标准举行。